最后一击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谢二弟关心，我没事，只是这次我们碰到硬茬了。咱们三兄弟合体，害怕对付不了他们，还想动手？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尊老爱幼的品德吗？当年你们的老鬼师傅都还得叫我一声大哥，你们就这么不识货？你是徐前辈？徐前辈息怒，我们兄弟三人立马就走。姓吴的，今天算你走运，希望你下次还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哼，今日三兄弟来袭，幸亏前辈在场，不然后果难以设想，不知该怎么报答前辈。我也只是顺手而已，你还是趁早别干这管事的活了，再干下去恐怕以后难以善终。前辈教训的是，我干完这一趟之后就辞了这管事，我还有事先行告退。也是，要不是今天有胖竹前辈在，倒被那三兄弟偷袭成功了。哎，不想这么多麻烦事，趁现在清闲，你再给讲点岛屿的事好不？既然您这么喜欢听，我从头给您讲讲。果然实力越强兴趣越怪啊，没想到胖竹前辈居然对荒岛感兴趣。是海岸，我们要到了。前面就是月亮城了，甘泉寺就在里面。这神之世界果然不一样，太壮丽了。你们原来想去甘泉寺啊？找人吗？对，有人托我去甘泉寺给里面的人送点东西。西波罗王弟子身份特殊，虽然胖竹前辈人很好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哎，那看来我们的缘分暂时结束了，我还有些其他的事要办。小伙子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前辈，后会有期了。刘老大，马上就到岸了，咱们也准备一下吧。马上来。哎，这样的功夫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，这也太帅了。终于到了，我在这做弱鸡，你们俩却潇洒。是的，马上联系家族派来人手增援，我要他们走不出月亮城。是，文森公子，公子放心，他们绝对跑不出您的手掌心。虽然之前说甘泉寺是在大陆，但我怎么感觉这里更独立呢？就好像不在大陆上一样。虽然明白这里可能被他们用特殊的法子屏蔽了科技的探测，但人果然还是好奇生物。我对这里的了解不多，只知道这里被大家称为西兰州。我曾听别人讲过，这里曾经是个超级大陆，后来在灭神之战中打碎分离了出去，仅剩的一块岛屿，随着时间的迁移和存活下来人们的努力发展，才变成了如今的西兰州。那传说中的超级大陆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叫做什么大西洲。西兰州我没听过，可这大西洲绝对是如雷贯耳啊！传说中的古老文明亚特兰蒂斯就存在于大西洲，那里有着晶石和魔法，这些建筑物还有神印修士的魔力奇迹，这都说明了传说里的史前文明是真实存在的。看来还是有一些事被当作传说流传了出去。哎，刘老大，你怎么还发起呆了？啊，没事，我们赶紧去甘泉寺吧。哎，这些东西太高大上，不是目前的我该考虑的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提升实力些。都给我让开，不要挡道！这是碰瓷，我是清白的。老大，我发现了，你就是个招式的体质啊！救救我！这得摔得多严重啊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哎，虽然这事不是因我而起，但发生在我面前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刘弟，对不住了，林家对我有恩，但这事我不好出面。既然你已和文家结怨，再多一件事也没有什么，希望能带他逃离文家，他日我必定好好答谢你。大胆贱民，竟然敢打林家小姐的主意，老实交代，是谁派你来的？